皇队第一员大将。好不好？你负责，你他可以，好不好？运气不好，好不好？要不要一句？第一关就头破血流，换了一个一句，来来来，玩个更大的，流最少汗的那个喝一口，一对出来，一出来喝，不要走啦！哦，兄弟，不要出来喝啦！哎，你去，大干老板，来啊！叫过来啦！欢迎于香姐，烂妹。皇队第一员大将，第一场，哎，好不好？你负责，你他可以，好不好？运气不好，开一个。不要看不起老艺人，我跟你讲，跨狼魔，我跟你讲，血肉之躯这样敲，可不可以讲一个？讲一个就好不好？可以。要不要一句？第一关就头破血流，换一个一句，来来来。我们要收集这个汗水，玩个更大的。流最少汗的那个喝一口，一对出来，一出来喝，不要走啦！哦，兄弟，不能出来喝啦！哎，你去，大干老板，来啊！叫过来啦 ，PK， 你要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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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哇哇哇！今天头斗他们4-0，木心画出家，绝佳！羽毛球，打对，哇，厉害！哇，选对人了，超强的，入住5星级饭店。台风天呢，我们一下来，好，我们一下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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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再打，再打，拼命打，一直打高，来，球两只，来，快，再一只，快，谢谢令达，谢谢令达，谢谢令达，令达，令达，欢迎于香姐，烂妹，哎，漏脚，我进的，漏脚，漏脚，漏脚，于香姐，你不要跟我住饭店，铁去住外面，漏脚。我快气得快脱了，黄队已经输到没什么尊严了。到底谁帮于香雪来的啦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